苗栗宫天宫白山屯妈祖伫咧十二号来起驾前往云林朝天宫来进香，全程来回将近400公里。今年报名人数搁再来创新高，预计会有11万的游程卡要甲妈祖来做伙行。为了庆祝报名人数来破10万，三羊妈祖进球文化为宗旨的云林祭神文化协会，也特别要来抽出一尊用高祭做的妈祖，和幸运的游程卡来请登去厝来供奉。今年一度白沙屯妈祖廖敬伫妈祖的支持之下，伫新历2月12日正式起驾出发。今年有超过11万位乡亲卡参加这一年一度宗教圣事，以宣扬妈祖进香文化为宗旨的云林祭神文化协会，是下愿要来送出一尊高祭妈祖。苗栗宫天宫对此嘛表示感谢，也希望妈祖进香的文化会当继续来延续。中华民国112年。白沙屯妈往北港进乡高岗拜妈活动啊，就要来开始了哈。咱报名的人数哈，今年是113621的，所以突破10万人。啊，咱慈善协会加咱金德兴等董事长协员哈，啊，伫遮讲咱啊报名超过10万人，啊，要来敬上咱焦子头妈祖的形象，伫遮小弟代表江天江管理委员会。跟慈善协会最12万分的感谢。云林祭神文化协会执行长蔡明贵表示，2007年的时阵，妈祖曾经来到厝来住家。不过，迄当时白沙屯妈祖要紧，敢那3000人报名参加。迄个时阵，就下愿要来成立云林祭神文化协会，来宣扬妈祖进香的文化。同时嘛，希望报名人数也是破10万人，特别送给乡丁卡一份有意义的大礼。蔡明贵嘛讲，今年所抽出的高祭妈祖价值66666元，是相当的珍贵。分就是吼，以2007年的时，咱白沙屯妈祖啊无去养阮厝吼，啊个由阮家的主家，当初主家的时啊，我就来发愿讲成立一个云林至善文化协会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啊，迄阵啊报名人数哈3600人而已啦，大概2年前吼，我们就画下一个迄个愿望啦吼，就是讲妈祖啊进香突破10万人。啊，咱个来想一个物件吼，这个信徒吼有一个做有意义的物件啦。啊，阮个来做一个交趾头的妈祖。交趾头的妈祖，这个价值是66666元。得到高祭妈祖的幸运礼嘛已经出炉，报名号码是7960007的乡丁卡，将会当甲妈祖请返厝。另外，白沙屯妈祖2月17日来到北港，欢迎民众做来烧妈祖。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。